今天在这里的最后一顿饭。回家。对，然后回家。看一下今天吃什么。西兰花。哪里？啊，花菜说错了。这个是小米粥。小米粥。对。这个是你的。你的，给你的。因为我看到了，在这边有豆腐。对。还有肉。对。啊，你买你好吃。没有没有，一起吃一起吃。啊、这个豆腐你也软软的、嗯，然后鸡腿也软软的。啊，我现在回去吃。应该可以。应该。可以，昨天就可以喝粥了，今天为什么不能喝小米粥？你帮忙，还有一个鸡蛋，这鸡蛋一会儿看你能不能吃，不能吃就。我现在吃鸡蛋，我怕，我还是吃那个鸡蛋。嗯，今天没有那个鸡蛋。好。嗯，没有那个鸡蛋羹。没事的，不嗯，我开心，那好呢。但你大概做，但是你要大概现在菜，菜按顺序吧。口水我都出来了，哎，快点快点。嗯，阿秀，我要吃饭。你要吃啥？对。还有一个西兰花，你看有西兰花，对，有有西兰花，要不要我帮忙？我看一下今天左手用的怎么样。今天什么？左手用的怎么样？今天比昨天好很多。啊，比昨天好很多。妈妈听到了很开心，因为妈妈做饭很好。对，吃吧吃吧，谁有做手术，谁明白吃饭现在是很开心的时间。但是大家不要你们生病，不要逗你们好，太难受了。嗯，左手用不习惯哈。妈妈，我们回去吃饭，中午回去吃饭。你最后回来回去走了，油的能吃吗？不能，海鲜不能吃。油的。油也不能吃多。而且烫金带烤的要烤100多。烫金带烤吧。烫金带烤。嗯，那我去办理一下出院。对，我去了。嗯，换衣服。换衣服。哎，你好，办理出院。没有医保报销。没有医保。啊，我刚刚还看了你们的抖音。啊，谢谢。好了，对，好了好了。嗯，可以了。嗯，谢谢，好，现在在这里。嗯，好的好的。我帮助你们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，你能不能拿？有点重，但是没事。但是没事要拿哈。嗯，不行。好吧，你今天老爹爸穿了。啊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拜拜，那我们走了哈。嗯，好的。嗯，你在这等一下，我跟医生说。好。哎，陈鑫医生不在啊？陈鑫不在。哦，我们出院了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六个工作站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对，都好，都好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谢谢你们啊。没事没事。啊。哎。我现在很开心，我回家，但是我在医院也有开心的时间。昨天有很多粉丝来看我，嗯，他的可以说我还没有什么力气和他们说话很多，因为这个是手术，不会疼，嗯，但是他们来，他们，花他们的时间，你知道，嗯，来看我，看我怎么样，嗯，我好不好，我很开心。对，然后他们还都给你准备好多好吃的，对呀，啊。
然后医生说那个三天要换药。咱们不要忘记了。这个不会忘记了。快点，你在跟妈妈说呢。对呀，我和妈妈说。对，跟妈妈说咱们出院了，不要害怕，都好。妈妈，все ля каже, чтобы ты уже не хвалилась, все хорошо。我刚才去拿枕头去了。你在подушечку ходить。妈妈说。это моя жена, не надо, спасибо。妈妈每天和我说话。我知道她每天都说谢谢我，看你干嘛？我说这个是我的老婆。对。对。你说妈妈。妈妈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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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说她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她的头差不多知道什么时候。嗯，好。哎呀妈呀，我很喜欢我的粉丝，你知道？嗯。我非常爱你们。大家都很照顾你。对呀、啊。来到医院这边，然后好多人知道卡姐，都很照顾卡姐。对呀、啊，非常感谢你们大家。喂。喂。哎，小白，那个我带卡姐出院了啊。好，回家了是吧？啊，我们那个往外走，对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嗯嗯，林哥，那个我带卡姐出院了哈，我带卡姐出院了，那个我们一切都好，很顺利。喂。喂。吃饭了吗？哎，吃了。啊，那什么，我带卡姐出院了哈。嗯，好。卡姐恢复好了，我们约一下哈。嗯，好的。谢谢你，拜拜。嗯嗯，行，那我们往回走哈。嗯，跟大家说一下，然后大家不会太担心。嗯，我刚才去拿枕头的时候也跟爸爸妈妈说了。好，是咱们回去。很好。啊，妈妈快点，知道我们来。这是个第一次，你看他一个你。哇！啊，妈妈现在不能吃。谢谢。为什么呀？妈妈手术啊，你忘记了吗？妈妈这几天只能吃软的。在家很好，但是在路上有这个坑。不是在家很好，我说你是在医院挺好。啊，也是好的，回来都好。回来都。吃错了，就去医院。回来都好。厉害嘉欣厉害呀、啊、钢板给我吃啊，别给他吃钢板，喝碳钢板去一点点没事。好，这里钢板、啊、你是妈妈做糖，然后今天这个挺好吃哦。咱们吃这个我吗什么汤？慢慢边做啊，瘦肉汤，补气的。在想我是生宝宝，生宝宝不会这么简单，生宝宝一天要6顿7顿。没事，开始了。怎么样？很好。妈妈还帮你去见宝宝，我这么去跟你说。等等，生宝宝。妈妈，那你可以生两个吗？你要我想一个弟弟。给浩子一个妹妹给我吗？可以吗？那妈妈，这个肉太软，这么煮就给你吃了就你软吗？这个我也有吃过，而且烤了，挺软。妈妈，这个我有吃过。嗯，好吃啊。嗯，这是以前先别放，宝宝就怎么样？这个底下等你是怎么样？